1934年11月中旬，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行，向湘桂边境前进。蒋介石亲发电报一个，防西窜之共军一部或残部，如窜我湘澧水以西，应不使该部共军长驱入线，会合川蜀之敌，即蔓延湘西，与贺萧河谷之目的。围剿该部，务必于湘江以东消灭。抢人枪干什么？过瘾呢？这么个铁管子还用支架？我背着郭东把他打下来。哎，他打的冒烟呢，我怎么觉得是咱们呢？表现不错，挺勇敢的。啥小伢子小伢子的，我跟你级别一样。跟我级别一样？你也是连长？红八军团少贡国际师先锋团老虎连连长。嚯，还真是个连长，不简单呢，怪不得刚才好身手。
连长同志，你们红八军团打散了。什么情况？杨家老袁带着我们营过来了。好，集合散备。哎，你不是连长吗？他怎么管你叫营长？我连长、营长都兼着呢。哎，快点！来啊！什么情况？雷子，刚接到团部的命令，要我们营派一个排到返回西岸去接滞后的辎重队。啊？还有辎重队啊！那当心别被敌人的追兵给咬上了。是啊，我就是来交接一下。你带全营快速赶到西岸的油炸坪镇与师部会合，我带二排去接辎重队。哎呀，我去吧。大顺呢，已经去集合三排了。哎，哎呀，老杨，你放心，我放心，我放啥心啊？你要是再犯纪律啊，就得降成排长了。这不成好吗？这本来就是排长干的活啊。嘿，我去，我去，我去。现在，我是你的上级，我命令你。带上三营，与师部去接去。笑笑笑啥呀你？快，赶紧！老杨，你严肃起来吧，特别不像严肃的样子。你看看你，你个老病鬼，光顾着咳嗽了。行了行了行了，放心吧，咱们俩油炸坪镇见啊，连长。老杨，每次一到关键时候，这是我的好兄弟。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我告诉你，到达预定接应点之后，最多等上15分钟，然后必须向江边撤退。哎，绝不许你再犯纪律。哪能呢？我要再犯纪律，那不得降成班长了？如果被敌人咬伤，不许连战，边打边撤，绝对不能。放心吧，走了，大顺的，走。全部跟上！快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哎，快走，走，快点，快点！国际师的军旗嘛，啊！哎，怎么又来一个？刚才那个号称自己连长的小子呢？啊！嘿，小子跑得还挺快，还真是，这飞毛腿啊，他这。
前面1000多米的公路上有尘土，像是有行进的部队。是自助队吗？是。走，走，上，快！那，同志们，前面是自助队，大家快点！ 娘哎呀！所有人注意警戒！快快快！有没有受伤的？还好没有，炮弹一直撵着我们，越来越近了。所有人，扔下东西，赶快过江！你别捡了，赶紧过江，赶快过江！啊，不中！ 这可是干棉智库的卖国馆，这样就能要俺老命了。我告诉你，现在要你老命的是那些黑狗子。哎呀，那也不中，不中！再婆婆妈妈，老子对你不客气了，我跟你不客气了啊！哎呀，长官，你这是撵出啥呀？这钱丢了，你还不如在这儿跟俺毙了。长官，什么长官？他是解放过来的，那也不能连钱和人一起送给卖狗子啊？带点东西怎么跑啊？这可是大事要枪毙的呀！ 反正老子已经违纪了，再违多一层也无所谓。出了什么事儿，我担着。爹的这边来了，有多少人？只看到一个排队回骨子，估计是打前站的，队里多地，后面烟雾腾腾的，肯定是个大部队。怎么着？带着自动队赶紧过江。其余人，是跟我留下来阻击。快快快，师长都要逃命了，跟我一块过江。带着他，给我们上山。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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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哎呀，你们这是弄啥？弄啥呀？这，哎，不远了，不远了，哎。大伙不许开枪！不许开枪！不许开枪！家伙，俺这一把年纪了，连媳妇儿也没娶，连个后也没留下，现在死了，对不起祖宗。要是想活命，把你这两个甩手雷扔到下面人堆里去，扔进去了，我保证你安全过江；扔不进去，咱俩都死这儿。说话算话。一个给我认准了，
奖，小心又砸我！不要我奖！他妈，要钱不要命，有埋伏头啊！多那么多有用吗？瞎子，看来我这宝石押对了啊！长官，你这忙俺是帮完了，等过了江见着大的长官，你得替我说点好话啊！撤！啊！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暗行防拱防甲、让路送客之策，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南京政府密派特使陈俊言入桂斡旋，然而陈俊言的到来却是许多人被裹挟进了湍急莫测的命运漩涡。楚长官，大哥，
了解到了，乔月锦的下落。你看，你看，一提他你就两眼放光。你赶快告诉我他在哪儿。他在共产党里。你怎么知道的？我是看到了一份情报，他现在是共产党红八军团34师102团的特务连长。他是在被捕之后的不久的一次押解途中被他们组织营救的。情报是老情报了，我只是无意中看到五次围剿啊，多少恶战，只湘江一战每天就有成百上千的共军。这如果他没有战死或者也没有被俘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在被我们围困的道县。师长要你去团部。真是不可思议啊。一直还没有忘记他吧？青春的恋情是难以忘怀的，可残酷的是，他现在是你的敌人。总部发来电报，根据可靠情报，蒋介石派往桂系方面的一个联络特使已经抵达了零陵，随即将入桂。此人是个密码专家，持有机要密码和重要的文件，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在他来桂的路上，也就是说从零陵到道县的途中将他截获。截获之后呢？把他押到湘江东岸石塘镇以东30里坪的铜山，总部会派人接应。完成任务以后呢？配合接应小组过湘江以西，把俘虏押送到中央总部。哦，关键是你们截获他以后务必要在2天之内赶到指定地点和接应小组的人会合，而且俘虏必须要完好无损，一旦他出了意外，整个计划将毫无意义。明白。咱们团的任务是拼死掩护师部转移，现在阵地上的情况你也清楚，我们只剩一个半营了，你们这个小分队无法给出更多的人，但是我还是想办法给你10个人。不用，5个人就够。干才，到，集合你的人。是。张月丽同志啊，这次任务是艰巨的，你要想好应付各种问题的预案，一旦劫持失败或者是在铜山会合失败，你们可以考虑向道县周围的山区里转移，我们师有可能向那里撤退，我们可以在那里会合，然后再想办法强渡湘江。明白。哦，总部在电报里还交代啊，南京特使31岁，中校军衔，武汉人，名字叫陈俊言。这次总部在电报中专门点名由你来执行这次任务。敌人又要进攻了，这可能是团里给你的最后一次任务了，保重。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就马上出发。
我派人掩护你们突围。是。打听一个人，他也是红军，他叫雷武龙，你认识吗？啊，对不起，不认识。你见过吗？不认识。你认识雷武龙吗？是我没见过。红军哥哥，你认识雷武龙吗？我没见过。妹子，找谁呀？我找我哥，他是红军。哎呦，这上哪去找啊？我们镇子雇了几天红军了，听说江东那边还有没来的呢。小妹子，把头有话，在前面富盛客栈落脚了。走，走。哎，同志，我跟你说，当时的情况非常的紧急，你知道吗？如果他还驮着那么大堆银元的话，说不定早就落在那个灰口头手上了，根本就轮不上你绑他嘛，对不对？长官，你就饶了啊！这事儿我跟你说，全都是他逼俺的。哎，对对对对，他说的一点都不错，都是我逼他的。当时那种情况，要是你啊，你也会这么做的，你知道吗？长官，俺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不会走路的孩儿啊！真，你饶了俺得了，行不行？长官，长官，你不跟我是光棍一条吗？怎么又来了一个什么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什么小孩呢？求饶不都这一套吗？要么你给我编套新词儿，这是全靠你！我跟你说，长官，看你这窝囊样，开口闭口就长官呢，我都替你害臊。你都保不住，我还管什么害臊不害臊？我老实点，快走！长官，无法无天！这个雷武龙，他吃了豹子胆了是怎么着？错误一个接着一个。哎，杨指导员，熬了一晚上了，再喝一碗。喝不下。谭主任，雷永龙这事儿吧，怎么说呢？本来是该我去，他一定啊是事出有因，一定是当时的环境逼着他，不那么干不行啊。如果你非要处理他，连我一起处理吧。怎么着？你也跟人闹情绪？他雷武龙就是不长记性，都降成连长了还犯纪律。是啊，再降就是排长了。哎，他还怎么带兵打仗呢？小雷，哎，我来叫进来。是。
谭主任，我这个从凤凰嘴开打到一直过了江，都水米没打过牙，你总得让我吃饱了饭再上西城。刘龙，你当时是怎么跟我保证的？啊，我是这么保证的，谭主任，到达指定的接应地点之后，最多只能等一刻钟，然后必须往江边撤退。如果被敌人咬伤了，不能恋战，边打边撤。我就是这么做的呀。你还别说，谭主任，我真被敌人咬伤了，但是我没恋战，我边打边撤，准时的过了江了。我是说，你保证不犯纪律啊？你是说那个银元的事儿是吧？这银元的事儿还小啊，这比你以前犯的错还大。这些银元和军票是干边吃苦的卖粮款，咱们军队的救命款，你这是严重违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管理条例，严重的违纪行为，你娄子捅大了，知不知道？我知道，我太知道了。我买不款吗？我现在还饿着肚子呢，我还能不知道啊？但是谭主任，如果不损失那些银元，就没法干掉那些追兵，不干掉那些追兵，让他们追上自动队，那损失就更大了。幸亏我当时急中生智，我用那些银元啊引诱那些灰狗子，然后趁机啊把他们一口给吃掉了。吃掉之后，咱们保证咱们的自动队啊才能大部分物资能够顺利的过了江。看什么看？还不快吃？是。拿点干的来。嗯，哎，谭主任，你让我吃饱了以后啊，我随便你怎么发落。那外面还有一个，让他一块进来吃吧。吃完了，一块填充发落啊。怎么辣子？来，林营长。坐下吧。这不会是断头发吗？什么断头发？你管那么多？你赶紧吃，有的吃，吃完了以后停头发落，知道吗？主任，电报。红八军团34师。他现在是共产党红八军团34师102团的特务连长。这么忙还过来啊？你好不容易来我这儿，我总得来看看你啊。来，坐坐坐。哎呀，怎么样？这个腿一到冬天还犯疼吗？不是，不过自从用了你去年寄给我的药，大有好转。是吗？那我再让人从海外给你弄点。好了，不说这个。你这次行程是怎么安排的？不，先去道县桂系44师，面呈校长给王占兵师长的亲笔信，然后再去南宁接白长官。哦，明白了。44师的王占兵师长一直不得李白二人的重用，早与桂系心生嫌隙啊，看来校长也是心知肚明啊。姐，你作为文职专家，终日钻研在数码字符之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深得校长的喜爱，这正是我羡慕你的地方。不过呢，你对政治不屑一顾，
孤傲清高这一点，恰恰是作为特使的弱项。南京不是太平的地方，黄埔系和 CC 系正在暗中角力，谁得到了桂系的支持，就等于拿到了让伪作器重的王牌。所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这个特使。大哥所担心的就是这个，这是现实。你要做到心中有数，千万要保护好自己。当然，我也会全力的帮助你。谢谢大哥，我已经做好各种心理准备。报告长官，护卫队前来报道，请长官训话。你喝酒了？军规第34条规定，行动之前严禁喝酒，你不知道吗？昨天执行任务的时候，我手下的一个弟兄牺牲了，我这酒是为他喝的，请长官原谅。你是哪部分的？回长官话。剿匪一路军93师唐云山师长麾下特务团少校团长，现任护卫队队长肖少白。不对啊，据我所知，护卫队长是由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将军亲自指派，南昌行营警卫团团长徐立仁担任，怎么突然换成了唐师长的人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其他的属下一概不知。长官，这是我的委任状。好吧，既然如此，我希望肖队长能拿出党国军人的英勇之气，不屈不挠，精忠无畏，圆满完成这次护送特使的任务。忠勇为国，杀身成仁。侯国民，我昨天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记住了。你这次作为陈特派员的贴身警卫，从现在开始，直至把他送到目的地。在此期间，你要寸步不离地守在陈特派员的身边，绝不容他有半点闪失。长官放心，国民就是舍了性命，也不会让陈长官少一根毫毛。大哥，你身边也需要人啊。侯副官跟我多年，忠心耿耿，他会像待我一样待你的。那好吧，那就多谢国民兄弟了。不敢当，陈长官有事儿尽管吩咐。好了，时辰不早了，出发吧。绝言呐，路途艰险，万望保重。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是。全体上车。
沈长官，这路途还远着呢，您睡会吧。